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早上好，没有早上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维修屋的。今天我们也是要煮卡煮，我们煮什么？我们煮对，对，我们煮这个沙奈多。我们煮沙奈多，一二三四，一定要玩师长。对，因为最近沙奈多的崛起，很多人玩，超多人玩的沙奈多。沙奈多配什么？我觉得我可以配一张这个。哎，有些人放，有些人不放。我放一张，然后有人放这个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放这个，对这个。我们来说一说他的攻击招数。第一招选一个打20，选一个后排打20。第二招打120。第三，他的 GX， 他重点是他的 GX 招数。你可以把你场上所有的宝可，所有的宝可梦的伤害移去给对方，直接，就是把你全场的伤害补满，然后对方就移给对方。如果你伤害搞很多伤害的话，对方会直接输掉。就是这样子一个玩法。然后最近很红，超红的这个玩法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组一组。我们就来组一组。我感觉是蛮能打，只是你的他们是玩小蓝，他们是玩小蓝的，因为你没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我忘记叫什么，就是你没有特性，对，你没有特性，所以你可以玩。我会玩米娜，对，因为它可以保填能量，然后一定要有抢双抢，因为你已经不有没有特性，然后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小蓝抓那个双抢。还要放什么呢？我会放头盔，然后还有一个一定要放的东西，就是这个，一定要放四张这么多，真的要放四张这么多。如果你不放四张，你就我觉得不要玩穿。然后最后可以放两张。如果你想玩，譬如说你怕，那个是什么？你怕那个超梦，你可以放这个一张。如果你怕那个叫什么，异兽，你可以放这一张。对，我再放这个，我觉得可以放这一张，异兽的不紧张。我觉得特性也可以放到一张，然后我还可以放头盔 ，choice 的 choice， 我放两张头盔，然后 switch。我要放 switch 很重要 ，switch 我要放至少个十张吧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他们有玩一个很 super， 就是宝可梦回收，他们有玩这一张，我觉得我可以玩个两张之类的吧，然后 tech switch 这个要放两张，其实不够，如果有更多我会放更多。Tech Switch 我觉得我需要三张，我很怕卡牌其实。然后 Pocket Gear 一二三四，然后三张，我们放莉莉亚好不好？莉莉亚还蛮重，Jelly Ball 我没有放到 Jelly Ball， 一二三四，所以我要开始换一点东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这个少一张吧。Cherry Ball 多一张，我觉得不够哎，够吗？你们觉得够吗？还是需要少一张？需要少一张吧。然后有些人，因为他们有些人不玩米娜，我玩米娜，我就少一张了，玩两张莉莉亚。我玩米娜原因是我要给他个牌组快一点，我不想太慢，对。所以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卡表是这样，不懂行不行？还是要放到一张宝可梦？我不知道，宝可梦只有七张，只有七张这么多，所以你会一直姆里根能量，我觉得可以放少一张，莉莉亚可以放多一张。
是这样子，三五五加四九，九加二十二，十一，十一加二十三。这个放下去，你可以把你的宝可梦拿回上来，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 custom creature 拿回上来。对，你可以重复用很多东西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去试一试好不好 ？Fairia， 我们用这个。那个什么 tech team 都拿回来再用，是的，我赢，可以的话，我觉得我没有不懂走先还是走后，我觉得走先吧，所以我还不错的手牌，不过只是怕没有能量吧。就坏人玩这个。坏人玩这个东西，抽三这么划算的蚊子还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再来找个 Mimikyu 出来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这个。找这个出来，再找一个头盔出来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首先头盔给我的沙奈朵放出来，好刀塔。手牌很好，你可以很多选择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很多选择。可以，等下我就打掉你。他打后面。哦，如果他 Koga Trip 我就很麻烦欸，其实真的他用 Koga Trip 我就很麻烦，因为我会晕倒之类的，幸好没有 Koga Trip 哦。 Venomo Jet Punchy Jet Punchy， 嗯哼，ジェットパンチですか？要给找 text switch 再 switch， 可以打他吧？这是什么啊？this does issue a card of active Pokemon， OK， 可以一张给他， OK， 一张就好。我因为我有 text switch， 所以如果我这个受伤害，我可以用。就用这个去找 tech switch， 然后摘什么的。嗯 ，OK， 刷那一朵崛起吧，刷那一朵，刷那一朵。因为我有玩米娜的关系，所以变成我的攻击很快。我的攻击快的话，将我所有东西都领先一步。是不是应该这样说？走线，我可以用小蓝再找米娜出来，如果我可以的话，真的。棒，我觉得棒，这样对我来说是很棒。我希望你要抽到一个米娜，米娜桑，どこですか？いないです。いない。哦，他不在。玩 Switch 的原因是，等下如果我用他的那个叫什么啊，干他的那个招数铁能量去后面的话，我可以快速的去换回去跟再跟人家打。这个的重点是你要一直换位，你要一直换位置，一直换位置。我觉得行吧，应该行吧。
所以你走第二也不也没有也没有错了，因为你也没有用能量嘛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有你也没有不是没有能量，你没有进化，所以你走第二是也可以，反而会不会比较快呢？我也不知道的，还不错啊，给我这个，我可以丢莉莉来，但是我又怕啊，也是怕是不是怪？Mr. Chaja, Miss Doralia, Chaja, Miss Doralia。噔噔，你看啊 ，One Take Shift 的原因是，如果我受伤，我换位置再受伤，我可以没有填到它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就是用你知道手工填这样子。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米娜先？有啊，有米娜我就打他，我不要管了，我不要填。有米娜我就直接打他，这是我的优势，好不好？打你，你知道他不只是可以移下面吗？你可以从上面移上去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大家不知道哦。你看，你要不要退后？你要不要退后？他不懂要不要退后？退后也不知道。要还是不要？他也打不通，还来不及存这么多能量。我顶多给你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三颗而已。对啊，顶多给你三颗啊。三颗你也做不了什么、啊，是不是？嗯，手填，来啊！还是你想换位置用这个，然后开局插油啊？你是想怎样？没有，他直接打，他想也不想就直接打。我最喜欢这种，卡表没问题，你们可以看看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因为是可以玩的。你看这个可以选择不放吧，还是什么的？是你们 up to you 啦，你们决定。我觉得不放好不好？不放我们放这三张 ，direct 一点，不然直接放四张。不能，我没有四张。我没有四张，有吗？我有四张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四张，所以是放三张、七张。卡表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去参考，是很好玩，而且不贵，因为沙浪桶蛮便宜现在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组一组 catcher、cherry ball。嗯，所以暂时的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没订阅的快订阅我，会慢慢介绍更多的卡组。嗯，对，然后因为最近在自己在安排着想着。想要拍更什么影片，所以可能会比较慢吧，上片 ，OK， 所以今天到这里，拜拜啦。